哎呀，这是我第一次跟带男生出来逛街。我们就在约会了，跟所有人一样，谁都不认识你的一种简单的生活。你要露一点你的头发，就是这样。咦，我看，可爱，你自己看，就是很可爱。你喜欢，我就喜欢。这裤子你要给它这样挽一下的。什么紫？对啊，有卷卷了。什么紫？就这样。Better。这是谁的好？哎呦，第一次逛街这么多人排，没有什么，很难受。你不是说你喜欢天天去巴黎逛街？那也没有什么人拍我呀。妹，你站在这里，你站在这里可以 hide， 要不要真的跑？哦，你不乖呀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很乖。他们现在都没有在看我，赶快就跑吧。我杀了。不太好吗？什么不太好？饿吗？你肚子饿吗？饿。吃点。很挤好吗？你说，我都开始跟你说英语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仅会了那么几句。